可以用技术的方式去解决技术带来的潜在的问题。我觉得这方面我是比较乐观。要填一个 application， 你要是填十分钟啊，你可能就还有耐心填；再长，你好的人就走。Cisco sent him to New York.